塞西亚是穷困潦倒的女孩，可巴黎最有名的律师亨利却被她吸引，他们开始了一段不道德的感情。亨利觉得19岁穷困潦倒的塞西亚就像当年的自己，他对塞西亚有求必应，宠爱有加。这天他去花店订花，刚写下卡片选好鲜花，却发现被文森特跟踪，他匆忙离开，他加大油门想甩掉对方，文森特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他一脚油门插到一辆货车前面，文森特气愤不已。花店将鲜花按照之前亨利的老地址送回家，妻子从马桶拿出卡片时，上面赫然写着塞西亚的名字，他吩咐把鲜花拿到仆人的房间，文森特像一个鬼魂一样怎么都甩不掉。在球场亨利又看到了他，亨利说塞西亚已经给你写了分手信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但文森特却说信怕是照你口述写的，如果真结束的话，他自己会亲口告诉我，即使你有钱你也留不住他，我了解塞西亚，他是不会和一个老年人在一起的。但亨利却根本不信，检察官因为亨利妻子的恳求而撤销了对亨利的起诉，亨利由衷感谢他放自己一马，但检察官说你是该有感恩之心，但该感谢的人不是我。他转头看向了迎面而来亨利的妻子。Est-ce qu'Antoine t'a dit j'entame les procédures de divorce? Comme tu veux. Ah non, pas comme je veux, Michel. Mais qu'est-ce que tu veux alors? Que tu sois mort.塞西亚在街头看到一个和文森特亲密的女孩坐上他的摩托后离去，他来到文森特的住所说给他买了一条牛仔裤，文森特对他的出现很是意外，他们拥抱在一起，激情过后塞西亚说我是来说再见的。亨利回家看到消失的塞西亚，他担心他的安全，问到塞西亚朋友文森特的住址后，他连忙离开了家。文森特想到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女孩，他狠狠地用头撞了镜子，鲜血瞬间流了下来。看着熟睡的塞西亚，他无法接受以后再也见不到对方。这时亨利来敲门，文森特打开了大门，亨利冲破了他的阻拦，看到了床上刚穿好衣服的塞西亚。这时怒火中烧的文森特拿起了水果刀插入了亨利的身体，塞西亚让文森特打电话，但却被他拉走，只留下受伤的亨利奄奄一息。半路塞西亚下了车想回去，但文森特劝他，你只要回去就会进监狱，你不能再回去，别再让我失望。文森特告诉他自己先去找朋友拿些现金，两小时后在里昂火车站碰头。朋友在塞西亚的包里放了些钱，让他搭车去巴塞罗那。等不到塞西亚的文森特黯然神伤，独自离开了巴黎，塞西亚搭上了朋友表哥的货车，开始了他未知的旅途。重创出院的亨利来找妻子，他祈求得到对方的原谅，然而妻子却说我要离开巴黎去别的城市办艺术展。妻子离开后，每晚亨利都会给他打电话，但对方却全是电话留言。他在街上拉住仆人问妻子到底去哪了，在他的哀求下，仆人告诉亨利他妻子办展的地址，下午六点他赶到了妻子的艺术展，然而因没有邀请函而被拒绝入内。妻子听到了他在门口叫自己的名字时，他披了外套走了出来，他并没有理会亨利独自走远，亨利慢慢跟了上去。此时法国电影《狂爱情》挑剧中，片中法国新老两代女神级别演员的精湛表演让人无法忘怀，妻子扮演者是从影20多年以冷艳著称的法国一线女演员卡洛尔·布盖，她曾经出演过《007帮女郎》《欲望都市》等经典角色。女孩扮演者维吉尼拉·朵烟也是法国女演员中的佼佼者，她2岁就开始拍广告，曾和莱昂纳多出演过《海滩》等电影，并多次获得影后的桂冠。电影讲述了不同社会身份、年龄差距极大的不道德的恋情，中产阶级事业有成、婚姻多年的老男人对生活疲惫厌倦，却遇到美丽的失足少女，他愿意放弃一切追寻她。然而女孩却遭双亲遗弃，她从小缺乏母爱，没有求生技能，而在社会上漂泊，她不断与社会抗衡，却无法操纵社会。她对毫无抵抗力的亨利是天使也是魔鬼，成熟的妻子识破了丈夫的心思，不再接受丈夫的三心二意，并提出了离婚。多年来和妻子相濡以沫、互为灵魂伴侣的亨利，面对青春靓丽的女孩而狠心离开真爱他的妻子，却美其名曰冠以同情的初衷实在让人唏嘘。而开放式的结局也留给观众无限遐想，影片中年龄巨大的男女走过一条街，又回到两个世界。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，关注我，好片不迷路，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。